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？遭受一堆人就是对你的不理睬，看不起你，怎么会把伤害别人当作是做自己？可是自由不代表你要伤害别人，但是没有人可以理解你。是我认知能站在我身边的，却感觉不在我身边。遇到事情之后，你总是觉得说下一步会更好，但是另外一个心态里面觉得，啊，万一没有，就想说想阐述那样的心情。我在不用确认的黎明，控制着理想，还要的理性，像断了线的提醒。不敢泄密，但无法理解的情景，该拼了命的 BGS， 感觉鼻子继续拼命。那些的 future， 以为到手的未来，回过头怎么迷路了？关不掉的心门，让我感受现实的冰冷。不想听那些议论，于是把耳朵捂着，在每个失眠的清晨来个 lose。没有人能够接受，我宁愿被骗。梦里的我也都渐渐变了，把彩虹都涂成黑的，搞得满身会被夹在中间。管它主流还是地下，还是四个字都不像，至少我写下一个。